Hello， 我是盖伊。蔡药师，你不能讲啊！你不能讲话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熟悉的场地，树林的新人花园夜市。每次来这边呢，都是要玩一些比赛。上次找波波来，拍了敲铁钉。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？因为今天这个挑战项目跟你有关系。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我们以前在内湖很喜欢打飙，买了一台那个飞镖机，练一练之后就想去挑战国手。那个时候我们还跟女飞镖国手拍片，他被虐了，对，被虐。依照惯例呢，夜市破台都会请到一个高手，所以今天我们一样请到了台湾的女子飞镖选手玉如。姚玉如。吴玉如，台湾女子飞镖选手，曾拿下多项赛事佳绩，是来自台东阿美族的骄傲。来后感冒，几盖古娜娜，五万万努帮炸港。哎，要帮我翻译一下我刚刚讲的什么？盖伊刚刚说你好，那么长？对，为什么长这么长？我刚刚讲的意思是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盖伊，我是阿美族人。这剪掉。好，今天邀请到玉如来到花园夜市呢，就是要来比赛飞镖射气球。我知道你飞镖很厉害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夜市我们在行的。我们今天比赛的规则就是，我们会找三个摊位射飞镖，输到舞台前。哎，举一百。可以。你都升900了，什么意思？来扛个字，直接进去了，第一摊 go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射气球摊位，娃娃送很大，夜市射气球很厉害。我先拿一支标，你随便讲一个颜色，黄色。你看黄色，我随便丢，随便讲一个颜色，蓝色。蓝色嘛，对不对？蓝色，这样随便丢就中了，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啊？老板，我们今天比赛就是这一整个面，一个人12支标，看谁可以拿下这个摊位。如果我们有人满分的话，礼物是不是娃娃送很大？这一面墙，包括桌面，包括那一面墙，让你认群。哇，有信心吗？台湾女子飞镖选手在这里，从小射到大。好，那你开始喽。一号镖手准备好了，来喽。一直就没中。哎，谢谢。谢谢，已经满满了，机会。哎，认真一点啊！你第一次杀很远的，哎呦，这么简单，射不中，中不中啊？下面很不错哦。下面会有一点怪怪的，误差会比较大哦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没射过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二号标手蔡药师，很难的，哎，完了完了，跟我一样，太想要用丢飞镖的方式丢了，有。7颗、8颗，9颗，同分，还好还好还好，什么还好？输给我怎么样？很丢脸是不是？这至少没有输嘛。看完我们这表现有什么想法？得了吧。射出去的感觉很怪，很悬哦，很悬，真的很悬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3号标手玉如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喽。喂。他从爆开始打，中路先打。他很认真。6中6。哇，他到现在没有失误过哎。失误。现在还不好打，现在还不好打，失误了。然后现在已经死我们。是这样子哦，我刚应该就要这样子射。老板是可以允许这样子射吗？手不要撑在桌上都合法，这样子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这样子。
第一关由玉炉十二重十拿下，在你们摊位这样来说算多强？超强，而且因为他刚刚都是站在后面射，我们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手伸长着射。老板这么强，是不是要送个礼物？当然，这边都让你任选。哦，可以送到这个啊？对对对，他真的很强，他的命中率已经87，不能再高就对了，不能再高，不能再高了。你想要拉小鸡的？有乌龟还是没有？你要拉小鸡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拉，你抱着自己拉，它会震动。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我真的就抖一下这样子。没有跟你要说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个射气球摊位，一个人九支标，合同没有写，男生7颗送娃娃，女生6颗送娃娃，那一样由我先开始。Go， 一号标手。你这个，好，我9中7，欢迎我们二号标手药师。完了，第一标很悬哦。怎么办？好想帮他加油。What's that, brother？ 完了，赢了！哇，好好累啊！好久重视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玉炉的表现。我们先来到了三号选手玉炉。哎呦！哇！女子飞镖选手玉炉拿下第二个摊位的满把，你是不是已经抓到手感了？完了！男音踏机会只有刚刚第一个摊位，我们后面应该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我们恭喜玉炉第二关命中率100%。啊，药师，你那个第一颗气球那边为什么会有4只？那边很悬啊，怪怪，那边很怪。战利品在这边，剩你没有了，我应该是没机会的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气球摊位哦，买二送一哦，16块。哇，你数学很好。阿美族的加油语怎么说？我就想说干爸的，我感觉他要说什么干爸的，认真哦。好气哦！怎么感觉这次会很惨呢？你高度根本没调整，直接往左偏呢，运气不好。等。哎呦，这个也很，我会不会有可能会赢啊？不讲话。有。都可以选，这个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要一次这个，耶！白色那个，白色水豚，对，耶！本来今天已经要结束了，已经要下班了，但是突然又发现还有一摊射气球了，叫做大力射箭，只好尬一下了，对不对？老板这边三局多少？3局200。200。黄圈送1分给你，5只标都中黄圈的话，我就算2分给你。只要3只就有奖品了。老板娘，我要把你礼物拿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红色的话怎么办？没有他的事情。对对对。
你早说嘛，你早点说。单身朋友，老板娘，我要把你礼物拿走了。红色确定没有嘛？没有问题，是啊。红色确定没有？红色没有那么简单的。不是，我坏掉了，一微调，然后它会变得很奇怪。我是选手，就休息了，在那边。好气哦！我第一招就中了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个标标在搞、欸，好惨哦，挡住哎、欸，这样子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、欸，射不进去啊！对啊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一只很烦？对啊，我帮你把那一只拔掉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好不好？有。哎、欸，检查，我们请专业的老板娘。那我看一下，他这一只算不算界内？那我就线上。那好，那算了，一只，一只也还行啊。玉如今天跟我们混得越久，晚上回去要调整越久。终于可以看正常表演了。哇哇，我觉得会挡到。哦。他现在等于要找空间钻进去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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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哎、欸，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坨。以前有那个飞镖插在飞镖屁股上，那个算吗？那个不算了。如果他打到60，然后他插在后面，那只穿60。不是哦。对。挑战结束了，后面应该不会再有了。应该没了，应该没了。好，挑礼物，随便挑，对不对？他想要哪一只就给他。整面墙都可以。哎、欸，老板娘说整面墙都可以。整面墙。好，我准备。好，那是他的全家。三眼怪，不是这一面墙只有一只有三个眼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夜市飞镖破台系列结束，想当然而由我们的玉如拿下了冠军。想问一下玉如，觉得夜市丢飞镖跟一般的飞镖，你觉得会差很多吗？飞镖跟我身上丢的不一样。平常丢的应该重很多吧？对，抓握点是不是很小？因为它太重，它重。对对对，捏的地方重心不好。嗯。然后也没有什么前重后重均重的感觉。嗯。那有没有什么小诀窍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如果他想要来夜市带一堆娃娃回家，就是你的手要伸到那个你的目标那边，把整个行程做完整，對對對對，手指向你的目标。对。欸、那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哪一个摊位最有收获？第三个大气球。哦。因为前面两关都是有点。对对对，那个距离比较长一点，飞镖会有一个抛物线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就先预祝玉如明后天比赛顺利。好，今天回去要好好抓一下手感。对对 对, 对，不小心让你养成了一些奇怪的习惯。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，或是想要认识玉如的话，他的 IG 在这边，一起帮他加油。我是健盖一老师，玉如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